谢谢今天的真挚告白，谢谢你。几天，晚安，早安。你说要录吗？录吗？录吗？啊，还有录吗？录吗？录吗？噜嘛噜嘛噜嘛，谢谢雨男的分享语。嘿，我在这里等，别急，主唱忘记了。嘿，我操，那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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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我操。晚安咯，拜拜。什么意思？你们是认真的吗？你们是认真的哦？认真哦，认真哦，认真哦。真的要走了吗？波西怎么啦？玉鱼晚安，薛晚安。波西怎么了？还是什么生病吗？还是什么？嘿，我操！要听要听要听！嘿，我操！再一次。啊，正翻。天啊，波喜开刀现在住院中，你是怎么？你是原本就预计开刀，还是怎么样？突然要开刀，居然穿安安踢栗子。哎，你知道这件衣服是我最近把它挖出来，我之前一直想要穿。黑流星晚安，这件找很久哎，安安给我了一年了，然后呢，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里。最近才把它挖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体力变得好好哦，天哪，跳直手都不会喘耶，很厉害。
为何这个大家跳到最后感觉好像都没有喘，一点都没有喘，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我还记得当初大家在就是练习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跟在上就是拍 MV 的状态真的差好多，天哪，差好多。那时候大家都想说啊，这个好难好难，结果没想到 MV 拍的真的太完美，真的太完美，天哪，必须赞叹，必须赞叹。啊！我完全忘记在直播，天哪！我要看一下哦。这时间开播，我明天是不是该请假？谢谢建谷的手工饼干一个。哎，洛璃不是顺睡了，洛璃，谢谢洛璃的凯蒂轩，做什么要做整晚？谢谢建谷的手工饼干，先看睡。为什么今天大家都特别忙的感觉？气胸？突然吗？还是因为？我刚差点想说吃芋头，但这种时候好像不太适合开玩笑。谢谢黑流星的凯蒂轩，是怎么会突然？他是气胸是不是突然发作，然后就必须要开刀还是怎么样？你是一直都知道自己有气胸吗？他应该是来丢个礼物就去睡了吗？我是不是太晚了，洛璃？听到叮咚声又醒了吗？不要这样，你去睡，的确真的时间是有点晚了啦。你不要因为我然后。把自己的肝给弄坏了，谢谢洛璃的形影不离，洛璃呀，洛璃去睡，洛璃。洛璃去睡，去睡。你看列姆鲁都说话了，虽然他的声音有点奇怪。如果洛璃不去睡，我就把主播吃掉。这样你们就没有呱呱可以看了。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相信你应该听到了吧。哦哦哦哦。嗯。看看。乐乐说晚安，人还在外面，先打个招呼等等。你怎么？你现在11点呢？今天不是平日吗？我们的乐老师今天怎么是要应酬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这么晚在外面？啊，你说这个绿茶我也很常喝，因为它很常特价，对，它很常六，不知道几折，而且它又大罐700ml，跟一般的那个罐装茶不一样。哎，怎么好像变全家代言人了？不觉得还不错吗？它有出一个那个不知春茶，不知春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大罐的无糖茶，多好喝！天哪！这么乱。谢谢晴天的大声说爱你，但爱我啊！我看看哦，我刚刚看这个 MV 看到有点失神了，然后中间留言就落掉了一些了。大家都在忙咩？你看茶茶都没出，茶茶刚好出现一下不是吗？还是刚那个是有人帮他讲说他今天很忙，怎么了？晴天今天是一个腾席的模式吗？还是什么？你看，明天没有班，谢谢。这个是什么啊？你的头贴？哦，我刚刚远看以为是周家安呢，我想说是为什么大家远看都长那么像？明天没班，那你就跟我到早上啦，锤锤，我看你可以。开启这个模式开多久？查查说他去上班就中离，哎呀，那等一下他家就出来了，哎，哎，我有出来，我正要出门上班，我就说他上班就参考用，他说哦，我要上班可能没有办法看直播，事实是有可能有时候会躲到那个可爱的小厕所里面偷看直播，是吧？我每天都等你啊，以后也是，你要直播怎么可能啊？哎，你这个是你跟我直播跟这么久，你不知道我就是讲的话半真半假吗？自己讲。季风亮吧，哎，我可能断断续续的，我在高哈？你为什么这个时间？你跟乐乐是怎样？还是你们两个手牵手一起去搭车，边拍背边看直播，边拍背这样子吗？我刚刚来拍背，什么？为什么你可以看那么细呢？居然穿安提栗子表示难过，哎、欸，不是，这个是安安送我，是去年的。谢谢玉珍，好熟哦，这个人，玉珍的彩虹小马，我
你为什么都是这种奇怪的时间？我还记得之前大概半年前吧，你真的常常跟我说你在路上骑车，半真半假。我不要看，你要删我，你又要删我了。我觉得那个直播时间在官方出现的，就是本来是九点嘛，然后现在应该会变九点半，会变九点半，再变十点、十点半、十一点，我觉得应该会变成这样子。再回台北的高铁，你是不是现在那个工作都一定要这样子来来回回啊？我看你常常在那边南北跑，为什么会这样子？居然不是十二点，你这个高级酸我已经接受到了，谢谢我们的想 A， 你今天很准时，很棒棒。没有啊，应该说今天迟到的比较少一点点，对吗？利姆路，利姆路说，他说，女猫呢？我要看女猫的利姆路，我要看女猫的利姆路，可爱哟、可爱哟、利姆路真的好可爱。没有啦，我一个月会回高雄家一次，这是固定的，不算是工。可是为什么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刚好都听到人说，我在高铁上，我在骑车，我在怎么样？没有啊，前阵子比较长，最近还好，最近就很稳定的出现了，然后出现的时候都要酸我一两句。哎，你的状态每一个时期都不太一样。晴天说 MV 里的安安有些角度看起来有像嬷嬷，真的远看是不是很像？所以你们说什么安安很像我，他听了不以为意，但事实是真的就是这样。你以后也会这样捏我们可爱的宝？这样，如果你确定要刚那样捏吗？如果这样捏的话，可能会夭折吧。可能要多生几个，然后再多捏几个，是怎样？女娲吗？泥人？哇，特优稀客晚安，特优，天哪！因为你最近开播时间都十一点，纵使是工作，我也早收工回到家了。你平常如果正常工作的话，都是几点到家？是跟上班族一样吗？就是卡在六七点、七八点。终于开啦！你这头贴是什么动漫头贴？我看看，赛马娘吗？真的是赛马娘远看赛马娘，近看赛马娘。用电脑留言就不用飘吗？没有，你刚刚讲我跟你说，他们飘的目的是让我及时看到，所以还是其实我应该要打开我的就是电脑看他的电脑版留言。之前是这样子啊，为何让安安不走心吗？什么意思？为何让安安不走心？如何让安安不走心？为何？我假如晚上没什么事没饭局的话，应该七点多到家，那你应该每天都十一点到家吧？你这么夯，应该每天都有饭局。我想你周一应酬，周二陪我吃饭，周三老友吃饭，周四新朋友吃饭，周五联谊，周六周日好好出去玩。我帮你安排好了。米嘉乐说今天的发型也很好看，很漂亮啊。为了我看一下，为了让安安不走心吗？没有啊，你看他这件他应该早就忘记他送我了。如果要走心的话，大概在这一年之间，他就会嚷嚷着，你为什么都不穿我的圣诞 T， 对吧？以安安这么直接的个性，他会讲，但他其实一声都没吭，这样我反而才怕。没有，我真的是想穿，因为平常那个练习的时候，去公司练习的时候，他都会穿我圣诞 T 啊。我想说，作家安的圣诞 T， 然后作家的圣诞 T 就是也卖了。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换今年版的。米嘉乐，你的头贴到底要换到什么时候？既然你说今天很好看很漂亮，那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正常一点的？为什么要换一个？这是什么？怎么做到的？这个是9月14号版的。我怎么又看到走心走到淡水了？别再淡水了，这老梗了，你们换一个地方行不？安安线上我穿你的他走中，线上我穿你的他走中，我穿你的他走中，这是一个有流行用语吗？我怎么感觉好像从哪里听过嘞？谢谢爹爹查查，爹爹是想要另外一个，你不要再偷看我直播了，我会每次都觉得，因为上次你那个线上谈话会的时候是躲在厕所里，对不对？我就想说，你来看我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偷偷躲在厕所里？然后同事就想，为什么我们的茶茶总是在肚子痛，总是在不舒服，然后敲门还不应门，这样，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
看看。今天比想象中早开，你们今天有开赌盘吗？你们今天有开赌盘吗？什么时候要 cover？ 什么是绿哥说走到江之是哪里啊？江之岛是什么？江之汽水那个江之吗？江之岛是用江做成的江之岛，江之我还真不晓得。孤陋寡闻如我，现在来查查什么叫江之岛。江之岛，告诉我。啊，这是在日本哎、欸！啊，对不起，日本 ，OK， 不要讲一个这么深的地名行不行啊？你这样讲明明就知道我会查 Google， 然后就，你可以讲个什么东京啊，这样我也知道是日本，哎，都是日本嘛，对不对？都是日本一样啦。cover 吗？你说这个吗 ？Luma 吗？哎，我有想过要拍 cover， 可是这样子你太晚了啦，我都已经查到了，灌篮高手的场景哦。你说灌篮高手什么？他的高校是在江之岛是吗？天哪，你们是多宅？今天是，我只是还没出门，但上班的时候都放抽屉里偷听，偶尔打字。江之岛电车很有名，不要跟我说地理好不好？你们讲江之岛、东京、大阪、北海道，对我来说就是日本哦，就是统称为日本，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好，虽然就是透过绿哥今天了解到江之岛这三个字，非常感谢你，让我今天的直播有所收获。天哪、啊！然后刚刚查说什么放抽屉偷听是不是？可是我感觉你好像是拿着手机耶，应该是上班是偷偷上班，然后认真听直播，应该是这样吧？你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听直播，然后上班内容只是偷偷来的，反过来。休息的时候应该喘爆吧，这个分段拍的啊。欸，可是那个你们有看那个吗？日本本家的那个 Luma， 他们也是，我看冈田奈奈前辈加前辈，他是跳整首欸，他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欸。美女正妹靓女统称欧大小姐啊，对对对，但是这种时候就是要分清楚一点，就是可以可能今天就讲说啊正妹翁，然后明天说靓女嘛，对靓女翁，这个就不一样，好不好？是不一样，是跟地理不一样，地理有喘也不会拍在 MV 里面给你看啊，他剪的真的很像就是。一镜到底耶，不觉得吗？好啦，这真的很成功。我记得那个品涵那一趴，我看了大概两个小时吧。嗯，然后手机看到没电，这样。你看，这个是什么？想哎，这是什么东西？喜欢主播可以点哇，这可以放这图哦。添加贴图，我来看添加贴图。哦，它可以加进我的哦，我不行，重复添加。偷一下想黑的贴图。你有吃饱吗？我刚刚有啊，哒啦，要会员哦，会员是什么？会员是好啦，算了，会员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呢，然后之前你们不是担心就是没有收到的东西吗？我没有啊，我没有特别针对谁讲这件事情。反正呢，我现在是收到了，有跟我说过说的人，我都收到了。对，最近的时候突然出现在那个收礼区，我就哦，终于出现了，有点久，可是应该是姐姐们太忙。我记得是一个月前问我了，对不对？你要会员吗？我要你，我不要会员，我要成为绿哥的会员，我要变成小绿绿，这样子才会变聪明。我的也有收到，你的是哪一个？等一下，你的是哪一个？你的是有收到，有，等一下，洛梨，哎、欸，我没有看到，等一下，我觉得你们一个一个问我好了。一个一个问我，小绿绿耶，你 OK？ 因为我上辈子是小绿绿，不要说出来。当下当然不会传，等喊卡之后就不一样了吗？我想也是。哎、欸，他们的表情管理很好哎、欸，传都不让你知道哦。我好累哦，肉麻肉麻。也是啦，这种画面应该被剪光了吧？我想。先看摔跤30分钟后回来，我写给月爸的信有给月爸吗？没有，
因为是我昨天才拿到的，我昨天才拿回家的，所以还没有给他看。但是哎、欸，你写这个流行用语他看不懂，他老人家。谢谢思琪的糖糖，我帮他翻译好不好？就是我回家刚好有遇到我爸的时间，然后我再跟他说，哎、欸，我们一起来看这封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标需要我帮你解释的地方。他知道你吧？我记得我跟他提过你，我提过啊，粉丝我都提过。他就会好奇说，每次直播都在直播什么？为什么每一次都可能半夜还在大声大吼大叫？他都听到了，他都会跟我说，然后用一个很笑笑的表情啊，宝贝啊，你昨天晚上直播到几点啊？哦，你真的好激动，我都听到你在讲什么了耶！他这样讲哎，我就想说 ，Oh my god， 这边隔音就冷差，像现在哈，我相信我爸应该还没睡，如果是这样被我吵醒了。去加拿大影展是三个人猜拳吗？不是。哎、欸，这个等到真的播出了，怎么的话，你们应该就会知道答案了吧？你们就会知道答案了。嗯，看来姐姐过关呢、欸，给月爸的信给过吧？那应该是拉瑞姐姐审的吧？她比较，她只要不要里面放奇怪的什么撒毒啊，放一些怪怪的东西，她应该都会给过，所以。你更何况是文字，你又没有写什么奇怪煽情的东西，对不对，利姆路，对吗？乖，萌萌侧颜也很完美吗？拉瑞姐姐最近好吗？哦，我有写给拉瑞姐姐的信哦，但你应该没有看到，她把它放在自己的桌上，撒毒也太可怕，姐姐这是什么高风险的工作？拉瑞去加拿大，你要跟李哎、欸，你不是两个心连心吗？怎么会资讯没有互通嘞？他跟那个阿丽一起去加拿大、啊，然后信的话有，应该说很早期你们握手会玩记得那一封信吧，对不对？他把它放在桌上让大家阅读、欸，哎，每一行的第二个字由上往下念有暗语哦，我好像。我记得那时候你有跟我讲了藏头这件事情，然后我好像看了第一排，发现没有啊，没有，好吧，对不起，我到时候再细细的回味。然后洛璃的信吗？是洛璃的信吗？还是什么？啊，你是说那个对不对？那啊，你是说那个？好，等一下我可以讲吗？我是可以讲的吗？然后洛璃为什么还没睡？为什么还没睡？洛璃，为什么？利姆路他有点多管闲事，咿呀！利姆路、啊，我可爱，嘻！藏在第一个字太容易被姐姐看出来了、啊，其实没关系啊，姐姐看出来也不会怎么样，真的，我就说不要放，就是什么投毒，然后放一些违禁品，写一些煽情，就是R18的。东西的话，照理来讲应该都会过吧？我想，这样是不是让你们对我们审礼物的标准有一点概念了？哎、欸，为什么洛璃会有这个框框？我现在看到、欸，哎，这个有收到就好，有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我要怎么解释？这个吗？是这个吗？这个吗？我们有通灵吗？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吧？这个。如果是这个的话，有说到这是什么？好，没关系，你应该懂。尊爵不凡呐、啊，尊爵不凡，这是干嘛？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哎、欸，我真的觉得浪这个真的很像在玩游戏，很多那种新鲜的词汇，哇，嗯。乌诺说：“洛璃说你最近都这么晚开，他有点扛不住，所以都比较少跟吗？哎，可是其实洛璃平常我有开的时间，洛璃都在哎，还是你就是进来一下子，然后没有啊，你都在啊，你都在后，就是跟到最后，然后就说辛苦了，我都有看到你这样讲啊。可是这么晚开，应该讲怎么讲呢？对啊，下班回来。”可是我就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如果再开早一点的话，我觉得又会迟。然后开的时间的话，就会比较准时，超级两难的、欸，怎么办？因为假日也不可能开，假日通常都会有事情，所以
怎么办呢？这又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我果然窝系列的应该让你圆满整组了吧？然后还有好像还有一堆狗卷是吧？我都看到睡着了，手机看到没有电，哈！天哪，我是不是硬强迫软一个软性的改变你的作息呀、啊？你是不是原本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可能很早就睡了，是为了我才看到现在的？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啊、哦？不行哎、欸，我想讲什么不对，我讲早不也不可能，我不敢给你们挂保证。然后我讲晚我早关也不可能，因为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从来没有早关过，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吧？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作要早上六点出门吗？哈，那我之前播到两点三点的时间，你不就是只睡两三个小时？游戏结束再考游戏结哎、欸，塔瓦哥 ，Hello， 塔瓦哥，嗨，我刚刚说到哪里啊？哎、欸，不，你们不会觉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不会觉得隔天早，就是你可能前一天晚上熬夜熬很晚，都会觉得没关系，反正起得来就好。结果到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会很后悔昨天做了这样的决定。你们会这样子吗？就像洛璃今天这样子，会吗？洛璃啊，洛璃，你要不要跟那个跟叫什么复播是什么？跟直播档，你这样子会觉得很愧疚，让你身体不好吧？这样对身体不好，真的。肝只有一个，哎、欸，肝只有一个吗？还是两个？肝一个，肝只有一个。好，随便，反正就是肝有数量限制。看状况，为了你甘之如饴吗？那个甘可以换成另外一个甘，谢谢，这样比较符合现在的状况。就当做接案，晚上熬夜加班就不会这么累了。晚上熬夜加班就不会这么累了。可是没有钱，没有薪水啊，没有薪水啊，对吧？每天早上叫醒你的就是那一份。为了赚钱而工作的工作，对吧？我自己会拿，我飘太快。后来有约品涵吃饭吗？后来没有。后来，我真的记得最近看到品涵的时候，我又跑了。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得到心灵的富足，看回放啊，就看回放的意思。嗡嗡确实无价。有你呀、啊！你们刚刚是不是有讲了什么？怎么会突然飘了一堆？应该是有人讲了什么，对不对？那今天要拼一小关了吧？拼一小关！等一下，我们刚才讲哪个话题？我突然有一个，我刚刚十点从午觉醒来，不会累。十点，晚上十点吗？晚上十点好了，我有点吓到，我说这个时间睡，你是应该知道我要播这个时间才这么早睡，是不是？啊，这么对，这么早睡。嗨，小心肝，今天是什么模式？不要这样子说话，你不是睡睡？是不是要感谢我把品涵召唤过来吗？哎、欸，说真的，那天好像怎么讲？突然又因为你这个举动，让我更了解品涵一点。我才发现，其实他不是一个这么避俗的人欸，就是他蛮，我觉得他比我还活泼，是这样子讲吗？谢谢柠檬儿的小公主。对啊，真的多亏你，我如果多认识的品涵，大概1.8%吧，我猜。我有加分吗？你不是。你不应该不是透过做了什么事情来加分的吧？应该是透过相处吧。摩羯座慢热啊，哎、欸，对啊，所以啊，可是晴天也不算慢热型的吧？你看，换句话说，闷骚。谢谢绿哥的掌声鼓励。品涵平常就很活泼啊，经典闷骚吗？但你们要想哎、欸，我在 TP 真的跟他讲话的次数不超过三句。我早上下班，白天睡整天，精神很好哦。你们这种反作息的，我就不会问你们啦。正常一般上班族哪扛得住啊？像还有一个米加勒，对不对？常常睡着的那位，就说我一直在做着让你开心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就好好的，干嘛自己讲完就拍手？我说好好的相处就好啦，你一直做会让我开心的事情，好啦，我可能比较少遇到这种事情，就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办，你知道吗？
但我会接受你的好意啊，我会开心。我就是怎么讲，很矛盾，很矛盾。每次可能比如说看到你们的信或什么的，或是在直播上获得你们的回馈，我就觉得哦，就是我累都值得。然后真的要开，或是会要做事、要开播、要发文的时候，当下就会觉得啊，怎么又这么就这怎么又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其实真的，我说真的，就是哦，又要这样子。然后就开一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完全不后悔，完全不后悔。你们不会这样吗？我一直在反复这样的事情、欸，我一直在反复觉得，天哪，天哪，然后真的做那件事，又觉得哇，真的天哪，天哪，那天哪是另外一种天哪。我们是不是再把栗子找来修罗场一下？拜托不要，不要，我不想再重温上一次的。不出去点鸟了，我要下车到台北了，先挂。哎、欸，你要坐计程车回去吗？还是怎么样？你在北车下车是不是？北车。应该是吧，高铁只有北车。高铁，对，高铁只有北车。可以获得会员年率吗？终身，终身，塔瓦哥，终身一日率，终身率。生日，因为我圈外说啊，真的吗？真的吗？你圈外的朋友啊，你跟你朋友，你跟你圈外的朋友安利哦。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天哪，那看来以后就是 IG 版面该换一下，不要走可爱风了。我板桥下走回家10分钟，你走回家好，路上小心，好不好？随时更新状况，比如说啊，那边我看到一只小猫猫啊，我刚刚看到就是有一台车飙过去，哇，它刚刚超速嘞，我拍一张照啊，我刚去买了咸水鸡之类的，这种播报觉得不错吗？小绿绿好像哪里怪怪的，没有啊，小绿绿，你想到哪里去？是说小绿绿，如果今天有那样的话，我决定继续追我的卡片动画。哈，哪样？我刚刚落哪一趴吗？翁爸说要你念给他听啊。对啊，翁爸为什么我女儿总是在手机前发疯？哎，他没有，他其实蛮习惯的，而且重点是他其实月爸其实是一个非常怕吵的人，就是你只要一点点吵到他就会整天就是整个晚上都睡不好。但只有直播，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想要让我担心还是怎么样，就是只要直播吵到他都不会怎么样，他反而会很开心，说哦，你这样跟粉丝就是关系很好，爸爸很为就是爸很为你开心。然后我心想，不对，我爸也是摩羯座的，他有时候有些心里会藏心里呢。哦，那我到底是要听还是不听呢？哦，真的。现在的房子本来就很差，砖块只有一两个。我们那时候在聊什么啊？我直接突然忘记耶，缺钱缺到吐。本来是什么补档补到吐，对，我都记得。等一下。什么？拉瑞姐姐去加拿大？不对啊，为什么乌诺知道这件事情？林婷婷也没开直播啊，还是有人讲了这件事情？哦，然后乌诺刚刚我没有回到你对？有，我跟你说，我就说尖叫了，我尖叫了，因为可以听到宝贝的声音，就是甜蜜的负担吧？对，所以呢，我是不是应该小声一点？我们来问一下晴天这个问题，对吗？身为我们的闷骚葫芦，闷葫芦，我拉瑞，想到。问一个，之前贴给你的愿望有没有考虑好了啊？之前贴给我的愿望，你的之前是多之前？因为我最近没有什么小盒子。你应该讲的是有一段时间之前的，对吗？我来瞧一瞧，瞧一眼，我们来回味一下我们的凉凉。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这首歌是为了你写的吧，小亮？对啊，最近没有小盒子。哎、欸，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每天都会打开哦。现在，那你让我回味一下，让我看是在哪儿。对啊，一周前呢、欸，一周。哎、欸，看一下哦，有人可以，我看到 Bossy 就想到，你们有人就是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吗？没有啦，没有。好，其他是刚开完刀还是怎么样？还是准备要开刀？刚开完刀哦，现在应该超虚的，难怪说要早点睡。哎，真是的，这个时候应该要来一个水果礼盘，哎、欸，水果礼篮，水果篮。给他一个魔法水果篮，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为什么？我来瞧瞧。哦，有了啦，有看到了，有啦，这个是哦，有哦哦哦哦哦，哎，这是快两周前的事情，对不对？快两周前的事情。而且，你说，我看一下哦。对啊，就走这个吧。你说的这个旗袍，我那时候有看到。然后呢，在这之前，那时候我有在瞎擦上面看到一个旗袍，在我的购物车里面，但是我还没有买。所以其实，哎，对耶，那有旗袍这件事情，那我不行，我不能给你承诺说我会拍。如果可能哪天你们已经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发哦，给你们一个出其不意，觉得怎么样？旗袍啊，旗袍很色，你很色，充满遐想的衣服，你就喜欢这一类的是吧？啊。哦，就照你的步调吧。等这档戏结束，看成游戏。因为拉瑞姐姐对你很好，照顾你，所以我就觉得要对拉瑞好一点呐、啊。居然会通灵吗？其实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放在购物车里面，好不好？我跟你说个残忍的事实，是因为他在打折。因为他在打折，我就哇，好便宜哦。然后即使我根本用不到。哇、啊！我即使根本用不到那件衣服，完全没有想到要拍照，就觉得，我觉得好像哪一天可能握手会可以穿，然后我就想，可以，它还打折，所以其实事实是这样，不是真的想要拍什么照片。你想，以你我的交情，你应该知道，要我做这种事，要我拍照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握手会穿，不要，我现在都讲了，我就不会这么做啊，绿哥，我哪有那么好猜呀、啊？这样哪有惊喜呀、啊？对不对？一周一次作息不会还盯得住，腰好痛。我最喜欢穿旗袍的女孩了，你最喜欢穿旗袍嘟着嘴的女孩了，那还不买了？我都帮你想好了吗？哎，可是你圈外的朋友说我就是很适合走帅类型的啊，啊，旗袍又不是那种类，所以我想我可能要把那个旗袍换成战衣吧，或是军装，你觉得怎么样？对啊，照你讲的啊，毕竟你讲的话我都有在听啊。我第一次的小猴子就是献给你的，什么小猴子，什么东西？小猴子？哎，你是在不同星球是不是？我真的合理怀疑水锤是水瓶座的人，不同星球的人。谢谢，哎，傅伟你终于来了是吗？谢谢傅伟的手工饼干，你的耳环可以特写一下吗？哪里的？左还是右？我换过，两边都换过。这是随便说的，有照片可以发吗？旗袍等拍婚纱照的时候再穿也不迟啊。IG 的小啊，对，我想到了，上次你说哦，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小猴子，我还看很久，想说什么是小猴子，只有你想得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也很久啦、啊，小猴子我很久的事情了。哦，耳环，哦对，耳环，一件一件来，耳环。这边是，我猜等一下小梁要截图了。好，我就成全你。梦姐晚安，好久不见，你最近去哪里了啊？勾啾，
勾揪你的头贴，勾揪哎、欸，最近卖烂哎、欸。谢谢小梁的红玫瑰跟老公掌声鼓，你知道郑余威叫我帮他抢，也不是啊，他那时候在现实动态里面发说，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买五条的甜心卡？拜托，我是不是很需要？然后我看到我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帮一下他呢？因为我平常都不读不回他，是不是应该要补偿一下他？然后呢，我就密他说，嗯，我来试试。但其实我发现这一次真的蛮难抢的，所以呢，我没有抢到，我就去找了代购。是真的抢不到。好，这边是这个，好，这边是这个。这个是耳棒，先遮住。新的哦。而且你一个礼拜只播一次，如果之后变两次，点点点，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老公，你是想吗？是吧？你是想吧？该买了吧？我都买一套了，买一套没有？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小强，小强吗？叫他小强，因为没有很强，叫小强。耶、yeah, ，我回来了，你回来，你赶上了，搞不好你回来的时候，那个乌诺也跟我说他到家了。哎、欸，你们两个确定没有一起吗？啊，你们两个没有？就是偷私偷吗？有没有？哎、欸，雷乌诺，你不要给我乱来哦！你对乐乐怎么样，我都知道哦。我跟乐乐可是有偷偷来的哦。哦，雷乌诺，知道没？你不要低勾啦咳咳。会啊，熬夜玩隔天超想死掉，哎、欸，对不对？会这样子。所以这种事，这种时候呢，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还是早点睡，真的，比较不会后悔。这种人不会订十张了，我要握几张啊？订十张什么？我在台北，他在台中，你在台北，台哎、欸，对你回台北哎，啊对对，我突然忘记这件事情了，哦，我忘记关键的就是地区问题 ，sorry sorry， 没关系，我只想嘴你一下而已。六单啊，哦，六单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六单已经开始，可以订了是吗？可以是吗？嗯，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哎、欸，但是我说真的，我真的笑死，在乱 Q 啊！没有，我就想看乌龙，我想说啊，没有啦，没有，他反而很紧张。这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欸，你是不是其实真的对乐乐有意思啊？我跟你说，乐乐你动不了，你不行，你可以动绿哥，可以动女猫，好不好？可以动小梁，或是动。任何人就是不能动了了啊，查他也不行，好不好？查他也不行。现在点歌请嗡嗡唱，是不是会打扰到我们把休息啊？我现在就在大声大吼大叫呢，你觉得我插这首歌吗？你可以点，没关系。米嘉乐，不用跟我客气，米嘉乐，你有话就直接讲，有需求就直接开，好不好？远在日本的旅猫表示问号，他也骚扰不到，他回来就想说，哎，我又要就是回就是乌诺的魔掌里面了，就是哎、欸、来回来，里面有绿哥陪你哦，来来来这边，旅猫就默默的，只有没上班才会搞48小时不睡吗？你这个年纪这个体力是可以的吗？24小时就够夸张嘞。谢谢想 A 的缘分相遇。好，哎呀，我点的歌只是想听嗡嗡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哦。没有啦，我才不会像你一样想这么多嘞。你比我还女人呢。哦，没有，我不是说行为，是说思维啊。我觉得米嘉乐其实某方面来说，真的比我还细腻耶。我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一下？对啊，你真的算蛮细腻的男生啊。老实讲，心思啊。谢谢思琪的。饼干干有两个，一个在我身体，一个是温温。哦，我现在看懂你的意思了，米嘉乐，我现在认真看懂你的意思。刚刚飘太快，你知道，得到心灵的富足。刚刚有人提到说一周播两次这件事情吗？以现在的状态来说，天方夜谭。那我记得我好像那时候还没认识你们的时候是播两次，对不对？那时候好久以前了，两年了吧，两年前了。那时候比较闲，看一下。啊！刘烨跑掉了，刘烨跑掉了，看到了。
今天的留言比较可以跟得上的感觉。看一下，谢谢你让品涵知道你有多波特。这个波特，我看有什么波特吗？谢谢你让品涵知道你有多本土。哎，对，是本土。谢谢，谢谢，我知道，我知道。我看你直播的时候好像也是一周播两次吗？那个时候哎，没有，你知道一周播两次其实是有两，大概我刚进来的时候才会这么勤劳哎，那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忙。我不知道为什么进来 TP 之后一天比一天还忙哎，这是好事吧？所以我跟你讲，这取名这东西很重要，取名真的会帮人改变他的运吗？运跟他的路。然后我这个 BEEZY 取的，是我自己取的。然后当时取的用意是因为我是嗡嗡嘛 ，BEE， 然后 busy 是谐音，很忙的意思。我想说，如果是这样子，让自己越来越忙，是不是好事？你刚进来说一周播两次，而且常常在下午，对，播在那个什么3点啊4点，然后留言就是哦，我在偷偷看什么不能常常回之类的。你现在忙是好事啊，不然要闲嘛？不要，我跟你讲，我宁愿忙死，我也不要闲死。我讲闲在家齁，真的会让体力变糟，真的。我不是肌肉棒子，也不是运动棒子，真的真的。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心情沮丧，或是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很累的时候，不妨出去走走，走走操场，不走走公园，跟阿公阿妈一起学那个舞，这个广场舞。我跟你说，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咸死，不要吃太咸哦。哇，那我吃甜，我吃你可以吗？可以吗？你这么甜会蛀牙了。对，这个师傅才看到不同面相的你，笑死，怀念。哎，那个时候我们感情很好啊，你知道吗？我的鼻，我就是一坨肥肉，一坨会呼吸的肉。没有啊，肉也会动啊，会跳动的肉嘛，对不对？外丹宫，没有你在身旁，走到哪都一样嘛。塔瓦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油的呢？啊，我倒是宁愿闲死嘛。欸，我没有，应该说很忙的人都会觉得，哈，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我宁愿就是多一点时间休息。然后写那个就是摊在那儿没有什么事情的人，就会觉得啊，我怎么那么废？可是还是躺在那儿，那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啊？好懒了，算了，还是在沙发上吧，是不是？人嘛，人嘛，人嘛，你就一直躲他，没有办法。你们如果是我这个角色，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现在是更是如胶似漆了吧？没有，我觉得我们是同床异梦。忙可以，也可以，虽然你还很年轻。没有啊，不能这样讲呢。那个，我怎么这么……这我当干话处理，那我当干话处理。我觉得女生真的比较有差。虽然我在直播上讲了大概800次这件事情，可是我真的深刻的体会到，有可能是因为以前。太爱操弄身体了吧？操弄，太爱让身体操劳了。现在在还债，觉得是这样。这是怎样？这火箭也太多了吧？这是怎样？好恐怖！我要看留言，去别的地方飞，去，飞去别的地方。哎，我遮住留言了。我跟你说，他遮住了落日以下的留言。你要欢的话，你去他们那间房间欢。那巧妙的遮住，我没办法控制哦，没有办法。现在回光返照，哎，真的多，对，好，飘走了，太棒了，太棒了。以后辛苦的事我来就好，你美美的就好了。哪有你这样子会老得很快耶？其实我觉得理想的关系是一起努力，就是一起，不是只有一方在努力。虽然很多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女人嘛，什么坚强啊、强大的女人。那我就觉得，其实现在的社会来讲，一起在舞台上，我不要讲舞台，一起在台面上，一起努力，一起向上，这好像现在的趋势，对不对？比较没有那种啊，我当我的小女人，因为现在女生都蛮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晴天，你觉得怎么样？晴天，慢热的就是我吧，腼腆仔，你的舔可能可以是别的舔。品涵只有对熟的人活泼吧，我从台湾看到现在，虽然我没有推他，双向的，对啊，这样子比较健康吧，
不然有一方一直都是一个很重，然后另外一方很轻的状态的话，有终有一天会垮的，会失衡的。好啊，我们一起，什么都一起，就这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晴天。其实黑柳星那个品涵真的对我好特别哦，他是不是喜欢我？我是不是单恋吧？我不是吧？欸，如果哪天把你们的品涵抢走，你们会不会恨我啊？我突然想到馆长之前的火箭精华哪一个部分有懒人包吗？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啊，好脏哦！啊，欧乐 B， 麻烦你把手铐铐上自己的手，好吗？自己走进分局了，不要。欸，你现在应该在工作吧？走进去，自己就是这个叫什么自投罗网嘛？觉得哦。我刚刚骚扰了小偶像，我说我要对他腼腆，但是我有点良心过不去，所以我们把自己扣上了。啊，好恶心的你！我们可以去搜寻看看，馆长火箭应该就会有。好，馆长火箭，馆长，哎，你是馆粉哦？火箭。有人要跟我一起穿统神的 T 恤吗？情侣衣，笑死！之前就觊觎很久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买这种东西，我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件衣服就被浪费掉了。没想到我现在还是很喜欢那件衣服，我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在直播上让它出现一下？这个吗？什么魅力无法挡？也不是，只是偶然看到的吗？那看来是很有名的一支影片哦，明明就是你说的套路仔。哎，有证据说有证据讲这件事情吗？有吗？没有吧？有的话也不是那个字啊。如果有的话也不是你自己选字选成那个，我又没有讲是那个柯一安三声，我没有那样讲。English is the common language we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其实我觉得欧乐 B 不好用。我觉得，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跟你们分享。哎，不要！哎，等一下，这不能播嘞！别害我！哎，你家乐，别害我嘞！我在被编。这影片一开头就是在问候人家父，问候人家母亲，这是可以的吗？这样。健身气精上升，吓死我！还播一个超大声。我最近会减少我开直播的量。为什么？慢慢减少。自然包吗？因为哦，因为身为一个男人来讲，我懂那种男女之间那种。那种谈感情的那种感觉，相对跟我也是哦。他想什么？我要给各位施展一招，叫做欲擒故纵哦，要开不开哦，这样大家才会更爱我。你家人，你是不是想要试试看欲擒故纵？你是不是想要暗示什么？是这个吧？我看是对的吗？在干嘛啦？有脏话是不是？你这个是什么？你是什么表情？等一下！米佳，你是不是其实讨厌我？这是可以现在看的吧？都还不是为欲擒故，我没有，我是心机如此重的人吗？还是其实米佳要我播这个，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摆在大家眼前，让大家审视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是这样吗？没有好吗？真的要笑，
摸摸白鼻子，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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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哥，桃花哥不要走，桃花哥，不能看馆长，对我看到，我对我嗯，好，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懂了，我哇，不来不及，我爸。没事没事没事，现在应该没有人，不要到时候我们的马可多桑在线上，我可能就要被叫去约谈。不要拉二姐在国外，就这样哦。下一位，好，我们来播一点可爱开心的好不好？今天听到这个老歌，那个那哒哒哒，那个那什么来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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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不知道啊，小梁，我又不是管粉，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子吼，我怎么知道他就是不是这个啦？是这个吗？是我今天，不是这个，不是，这是另外一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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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歌名是怎么忘记了？有人可以帮我神，不是有人可以听得出我跟大家哼什么吗？馆长就是脏话有名啊，但不至于整个直播都在脏话吧？你今天对啊，我穿的就是安安去年的圣诞 T。馆长的脏好，我现在知道，对不起，我现在知道了，我向马可多萨，我向好言娱乐道歉。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孤陋寡闻的偶像，我知道了，没关系。其实一开始，如果你不怕摩羯拒点你的话，摩羯蛮有善良。其实，玉宇，你是摩羯座吗？我可以，就是稍微认识你一点，你是摩羯座吗？就是我觉得摩羯座很好相处啊，大部分的应该说星座很合，频率很合，他自然就会跟你多讲话。是真的，整个直播都好，太棒了！看来馆长以后如果有任何人提到馆长这两个字，我就说啊，谢谢你。我们下一位，我到家了，怎么那么晚？你是想走路吗？走那么久，走了半个小时。小梁说：“我每次都有分享生血液配。”他说：“这次的有中吗？那之前的没有。”小梁，你这样讲，我就会想到是不是之前的都没有，还是真的就是不适合可爱？可爱比不过人家，就要走另外一条路，是吗？小梁，你的真心建议，你的建议我会绝对绝对听进心里的。而且我好久没有说小梁，好久没有了。小梁，但是这样被这样比，真的会开心吗？我每次这样比完，我都会觉得好像这样比不太对。嗡嗡挡车的业配照还有吗？有，嗡嗡不好意思，我只是觉得他精华很好笑，忘记你的立场了。是的，生日一月九号，生日祝福啊，一月九号是不是？一月九，没事，米加乐，没事，我们就让他过去，反正已经发生了，没事。我们米加乐就是。可能把我真的当成很好的朋友了，没有，我完全没有要怪你的意思，你不用多想，真的，他不骂脏话就吸引不了乳蛇，比如我同事嘛，你看你跟你同事关系是不是很糟？一月九号对不对？你等我一下，我拿出我的小本本，等我一下哟。利姆鲁，下辈子变史莱姆。你们，我是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时候深夜的时候都会思考一些很没有答，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例如，你们觉得世界上存在平行时空吗？或是？
就是你觉得魔法是存在的吗？或是很多啦，就是这种没有不可能会有人回答你的问题啊，比如说精神世界真的存在吗？然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包括肉体摸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吗？之类的，你不会怀疑，你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吗？我真的每次都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想一想就觉得算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刁难自己呢？反正也不会人回答我。雨1月9号，哎、欸，我跟你讲，玉玉，你是摩羯座的话，那你一定跟我超合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金牛座，你身旁的朋友是不是都金牛座的？然后他等一下回答不是的话，我再想想要怎么回答你。你不是平常平行宇宙开播平行宇宙吗？哎，我不想听现在酸言酸语。我毕竟我是玻璃心，我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点的批评，没有办法。魔法不存在啦，我已经证明了吗？你不是。最好别去碰魔法这些。等一下，你是认真的问？你是在认真讲这件事情吗，水水？还是你只是在开玩笑？没有啊，这边有很多魔法师啊，不是吗？有蛮多魔法师的，所以我相信魔法存在。岳父暖男是的，是认真的，是不是？可是你们所谓魔法是什么？塔罗吗？平行世界定义是随着每一次选择延展出假想的未来吗？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就是你们如果有在看漫威宇宙 的电影或是作品的话，你们大概可以对平行宇宙、平行时空有一点点的概念，大概是就是像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的存在？我还是清醒的好吗？没朋友的部分吗？有啊，你现在多了一个金牛座的朋友。我跟你说，真的，金牛跟摩羯频率超合，我已经在直播讲过100次了。我有空欧头星宇宙嘛？看欧哦，不是你创造的吗？你不是创造这宇宙的人吗？你现在是在帮，就是帮自己打广告，说哦，这是我创造宇宙哦，欢迎大家进来我们的欧头星宇宙来看看。还好感动的翁爸哟，我跟你讲，翁爸真的是怎么讲呢？好像很少分享自己的事情，对不对？翁爸属于。女儿做什么都对，女儿做什么都好，就是那种，如果一个太宠的话，可能会变公主那种程度。但是还好，岳母不是这种，她一点都不宠，一点都不，她没有办法，就是她知道我爸很宠我，所以就不会这么做。所以还好，岳母有对我比较严厉一点，不然我跟你说，今天我就是一个公主病的女人，无条件的。通常爸爸对女儿都这样，对不对？对女儿。女儿花痴，对，她都会说你这个花痴，什么见一个爱一个，我才没有呢，我是这种人吗？你看我爱平安爱多久了？看一下，我们摩羯只和值得的人互动啊，原来是这样子吗？我想说是不是频率到了，你们就是你们频率真的没有金牛座的吗？哎，我看一下，黑流星你是几月啦、啊？突然一个。我记得我前阵子才帮你过过生日啊，7月29啊，哎，7月29是什么是什么星座啊？突然一个7月29星座，狮子是狮子是吧？狮子哦，黑流星，哎，我跟你说，看过黑流星本人之后，我真的觉得你。不是母羊，就是火象的感觉，有种火象的 feel， 但是好像狮子吗？是不会第一个猜狮子、欸、其实好好面对现实生活就好了。对啦，就是活在当下，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也不会有意义啊。但你知道，就是到深夜或是一个人沉浸的时候，放空的时候，我脑袋也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也不是说我硬要找事情来想，或是硬要跟自己过不去什么的，没有，就是会萌生这些东西。好啦，可能就是晚上都会嘛。有些人就是会想想啊，就是想的可能什么其他女人啊、男人啊，或是想一些人生问题啊，想着烦恼啊，然后搞得自己就睡不着，对不对？夜长梦多。行，等一下，
我们两个也可以找深一点贵女的部分吗？对啊，这是怎样？是不是突然？怎么突然就讲到这一个？漫画吗？草莓讲晚安。哎，这是应该是很早以前的留言了。然后温度刚刚留了两次吗？是不是？因为拉瑞对你很好，很照顾你，所以我就想要报答拉瑞姐姐啊！你是我哥是不是啊？你一定是妹控。如果你有妹妹的话，还是我当你妹妹。虽然我觉得你等一下一定会就是满满的无言，说为什么是妹妹？为了要走捷径去碰那些怪东西，很容易被外力入侵。我比较算是冷静一点的事，我觉得可能是你还没有踩到你的底线吧，或是。没有一个动机去启动你狮子的那一面，或是你的上升星座不在狮子。然后回一下水锤，我记得之前好像你有跟我讲过，不要去碰什么塔罗占卜那些东西嘛，那个算魔法对不对？因为我不想要。所以有一个梗图是这样讲哦，爸爸生儿子生女儿，就是会百般宠爱，捧在手心里疼；生儿子满周岁就叫他去当兵。就叫他去出去赚钱，这样是吧？是不是这样子？旗袍色在哪嘛？哎，西恩就不懂了。旗袍色在哪？你去找旗袍装，然后看看那个凹凸有致的身材，有线条，那个就是充满着遐想的衣服。啊，可能只有我这样想，只有我这样想。我先收一下行李，挂听钟。你会不会等一下收就收到我等一下呼唤你就不见了？哎，最近乌诺好安静哦，绿哥也是哎、欸、绿哥你还好没啊？你还好没？我收行李只要五分钟啊！你收行李，你的行李可能真的很少吧，是吧？那五分钟后见哦，所以是21分的时候见呢。让你压力满满，很好啊，是吗？真的吗？我没有办法，我现在看跟你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在想着你们的脸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天啊，问题就是占卜师背后的是什么东西？就像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是赋予天命还怎么样，他们总是会知道一些事情，就是为预知未来，或是看得到一些。怪力乱神的能量还是什么，反正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这东西是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我不晓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东西，不知道怎么讲。天机，对啊，对啊，所以真的有这种东西吗？真的有天机这个回事吗？真的有吗？信者恒信了吧。对啦，也是啊，这就跟那个鬼神一样啊，唉，没有解答。反正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除非没有感受到，不代表不存在。如果你叫你跟独处的，什么意思？你好像讲阴阳眼之类的，阴阳眼 也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算命师。可能就要问九天，那我等一下去就是密阿汉，跟他说，哎，你觉得就是明年？就明天那个金牛运势会怎么样？会发大财吗？会发TP 会发吗？之类的。对啊，刚刚突然好像有刚刚有问题要回答，对不对？突然忘记要回答什么。我最喜欢穿旗袍的女孩了哦，你只要是护士、学生、旗袍。OL， 女仆，你应该都喜欢吧？我已经帮你讲好了。未来如果出现这样子的职业服的话，我相信欧乐 B 会跳出来跟他说，跟我们说啊，我最喜欢呢。我的建议是去庙宇比较好。如果能力是轮回到一定程度才，哦，是这样子是不是？我回来了，你要不要点眼药水啊？好像很干涩吗？可能是没有小梁给我滋润吧，我需要一点眼睛的滋润。给我看你的美腿，我的眼睛可能就好了，我可能连近视跟散光一起好，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交易还算划算吧。你握手会穿改良式旗袍，我就点点点说下去。
事事都是几率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未来幸福的几率是100%吗？我刚刚原本以为你真的要给我们就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那个一番话，就会像晴天日常，没关系，我接收到了，我接收到晴天满满的爱已经溢出来了，哇，这一定就是什么缘分吧，缘分让我们相遇，若是意外，我觉得岳父等一下醒来。对这一次六单的握手会，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对自己的期许吗？有啊，待这边待越久越对这边越来越，很多人都是那个怎么讲，梦想跟耐心跟对这份工作的爱会越来越被消磨，就跟工作一样，照理来讲，照常理来讲，不是说这边不好，是说通常啦，但我觉得我对这边越来越上心了，虽然我觉得我个性变孤僻了，但是对这份工作越来越上心，就是会本来刚开始进来就会觉得哦，我对上选拔跟对这样正式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只要就是可以找到属于我的舞台就好，原本是这样想的。然后到最近的话，我会真的开始对上选拔这件事感到有动力吧，上选拔这件事情跟这就不强求啊，因为这真的是很看缘分嘛，因为毕竟前辈们有些都还没有升正式生，怎么会轮到我呢？我觉得轮到我的几率真的偏低啦，觉得上选拔吧，先上选拔，代表说真的有在进步吧。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很显性的对自己肯定的一种方法，对自己能力肯定的一种方法，对啊，选拔，希望可以争取到。也不是说一定要上，至少让可能姐姐们有提名到我这个人，就会觉得哦，她好像有进步，我就会觉得哦，那至少就是努力是值得的大概是这样吧。感觉你最近有比较认同自己现在这份工作这个身份？对啊，你看待在这边已经2年多了，如果我还在继续浑浑噩噩的话，那我在这边还是一直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啊，什么很有机会啊，是真的耶，我发现这份工作对我来讲是顺位慢慢往前，原本真的不是放第一，老实讲，我讲这句话可能没啥力道，但我还是希望我要有信心有啦，一定会有啊，就是我觉得对自己有信心会让自己看起来更亮眼，对啊，对自己有自信有信心这件事情，即使你可能舞蹈没有那么好，不擅长某些事情，可能对自己的魅力没有什么信心，但是你只要有信心站出来做这些事情的话，真的会加分很多。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们现在给我心理建设吗？有啦，其实我觉得信心真的是要慢慢养的。你只要不放弃自己，我就会一直都在陪你走完嘛，走不完的哦。一直努力会被看到。对啊，其实有时候真的会思考一件事情是，这是真心话大，这是真心话告白吗？就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因为其实 TP 你们也知道很多女生嘛，然后如果自己暗自努力的话，基本上其实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除非是可能像林一这种耕耘很久的就会慢慢被看到这样，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如果真的是一直努力，可是到 T 我们合约结束还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话，那当时的我会怎么想？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5年间值得吗之类的，我会想未来的自己会怎么想，虽然我在现在努力的过程中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相信就是总有一天可以进步，就是从刚进来二期生出纰漏到现在是一个完成体的感觉，对，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很开心，但我不知道未来还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状况，我会不会一样的想法，不知道但现在是开心的。这次水电工，你们拿到那个吗？水电工升写了没啊？拿到那个照片没啊？这次照片我连自己都还没看过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跟 IG 上一样。5年间你会得到一个我，虽然好像没有很厉害，但还算可以吧。我已经拥有你了，不是吗？我已经拥有啦，
我已经拥有你们了，应该是这样讲。拥有，对。哦，胃酸，等我一下。还有一句，我不是跟李乌诺讲话陪我走完吗？我觉得没有尽头欸。如果你是因为你是喜欢 TP 的嗡嗡的话，那他可能会有尽头。但如果你是真心觉得就是喜欢这个人，或者你真的有把我当朋友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未来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咯，我要继续扒着你，我下凡就是要扒着你。瑞婷表示，我怎么耳朵这么痒？所以走一辈子啊，我会把你娶回家的。哎，你晴天，晴天，我跟你说，你这个年纪都不要被催婚吗？我认真问你这个问题，不会被催婚吗？也行啊，我很乐意看到百变翁，已经喜欢上翁翁了，无论在任何地方吗？哎，真的，我听到这样很感动哎。其实有时候都会害怕，你不要看我好像一副就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害怕，会不会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们就可能就是觉得啊，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不喜欢，或是觉得不可能，甚至到讨厌或干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讲话会比较直接，或是做什么事情会比较直接，但是可能我自己真的是比较心直口快一点点。有时候觉得每次下播的时候都会检讨一下刚刚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话，或是做错什么事情。然后结论就是好像都有，但是也来不及了。但是我也不可能就是每一次都跟你们讲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会觉得好像没有意义。哎，欸，我现在看到傅伟的留言哎，只要你需要，古人翁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嘛。你要学会接受，也要学会把大接大的付出化作自己的能量。对啊，我就讲啊，我已经在直播讲过好多次，我怕你们会觉得我烦，但是还是要讲。其实我对这份工作开始上心也是因为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老实讲是真的，也不是说早期，其实我知道这边有很多元老，不是说你们的支持就不是支持，应该是说那时候不确定性很高，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摸索自己，然后甚至你们也看到的我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我，所以我都会担心你们有一天会离我而去，你知道吗？这个心态就会让我在这边就会变得很更没有安全感，然后自然我就人嘛，就是会有自我保护的心态，就会想说要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或者甚至分大多数的蛋到其他地方去。可是现在的话，现在状况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功劳应该是你们，我们要给你们人质压力这部分压力，我只是跟你们说是就是很感谢你们让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哦。是因为你们这样，没有没有，我不是，我只想跟你们传达这个消息。但我觉得我比较在意不是有没有回应，是而实质上有啊有啊，你们发现其实有没有上心这件事很明显吧，对不对？所以要多演一些剧本嘛，这跟这什么关系？这跟我就问这跟什么关系？我在讲 B， 你在讲 A， Hello Hello， 五条甜心卡我今天才买吗？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你知道，欸，莫名其妙我在附近的，谢谢仁豪的缘分相遇，很突然，就是麦当劳上面写暂停供应，应该是卖完了吧，对吧？刚刚是问我催婚的问题吗？晴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催婚的问题吧，感觉是乌诺打算给剧本，结果他今天没剧本给我，对不对？你 OK 的啦，毕竟你三期学妹要进来。因为平常一直训练话剧社的演技，才让你选上木兰呐，啊！哇，那我真的要请导演好好的，就是亲自跟你感谢一下，说，哦，谢谢你让我演员就是演技进步哦，不然我可能本来不会选他。就是那我觉得这次木兰的剧本，不是剧本啊，就是整个氛围或是整个人物形象的设定，都让我蛮有信心。我的信心是指我有信心可以做好它，但是我不确定你们看起来会不会是觉得是有符合这个角色的形象，或是演的好不好？这是很主观，这真的很主观。但至少我是有信心，很像自己，
很像自己，很像自己，很像自己。没有，哦，不是，等一下，不是。等你的禁爱令解除啊，禁爱令解除就是 TP goodbye 的时间。然后我刚刚在问乌诺，因为我觉得乌诺感觉是会有比较有差。晴天应该是比较做自己，他就是想，就是他的感情是基本上家人不太会去过，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对不对？晴天你应该是这种型的，感觉是这样。我给你啦，我帮你买一张了，你帮我买一张？这是，你有多买是不是？认真哦。我那时候，熊妹还有帮我，我有帮熊妹多买一张，应该是有啦。我是有买到5条的。那我呢，是啊，我看我生日收后的小盒子嘛，我看一下。哎，这真的有一点点久以前了，生日周上上周嘛，对不对？看一下，米加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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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久没有用台语叫你们的名字嘞，喜欢吗？加乐，哎，你要去哪里了？我一则看。加乐，加乐，加乐，加乐。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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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换了头贴。你是在讲那个？等一下，你讲了很多耶！你说直播，生日周嘛？看一下，生日周，生日周，你是在说？他的事情吗？你可以跟我讲是哪一件吗？还是哦，对耶，对我看到生日周你讲的是他，对不对？我仔细翻一下，因为你有讲到直播的事情，直播跟他嘛，还是说网上考这件事？但大部分都讲他耶，这个他的篇幅比较长，我自动觉得你应该是在讲他的事情，对不对？是吗？这样讲可能会泼冷水，但是一直觉得这样好痛。等你毕业再说，毕竟日本人你讲都可以跟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被编掉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意思？米加乐又有新对象了。哎呀，我米加乐是痴情郎，谁跟你一样？谁跟你一样？你是社交王欸。所以我发现社交王大多都蛮痴情的，不知道为什么。耳洞吗？哦，你说这样子吗？嗯，好像你们有之前有问过这个事情嘛。其实我觉得耳洞真的是会上瘾啊。看了心情也好，我觉得看了心情好是最重要的。等你毕业了，我可能50岁了。大叔可以啊，大叔，你不是已经50岁了吗？你不是超失礼啊。社交是工作需要啊，但我只爱你耶。米长跟粉丝结，他真的，你认真哦？所以 AKB 成员真的有真的跟粉丝结婚或是交往的事情发生是吗？我对这个是完全不了解，听是都是从你们口中听到的消息。天啊！毕业后才交往的吗？毕业，对啊，不觉得这件事很奇妙吗？是怎么样私底下联络？日本一般男性通常都是胜利组吗？根据那男的说法，你说毕业后吗？但这其实也只是为了保护他吧，就是即使不是也得说是，如果他是真的为他的另外一半着想。哦，我看到水水说什么博客来订10张是握手券，对不对？我想要握几张啊？你说你订10张，对不对？那我想要握100张。开玩笑，100张是多久啊？天哪，真的是握到花儿都谢了。
咪讲的神推跟他结婚，这是真的还假的啦？这是真的还假的？噱头吗？你这那个男的也是有名的 YouTuber 吗？还是什么？还是有哦？是这样子哦。哎，粉丝结婚很多啊，今年毕业的哦，男哦，所以你们讲的都不是在开玩笑的，是不是？因为真的有先例哦。哦，我以为你们在开玩笑哎，就是是真的，是不是？所以你们是认真在讲这些什么要结婚这件事情是吗？我只知道光头事件跟亚兰消息出来有新闻呐、啊，但是我觉得在台湾一定不会有新闻，因为有关系所以没关系。等一下米嘉乐，你到底是在讲哪一件事情？那男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所以那男的高中的时候就是他的粉丝，他们是偶像跟粉丝的关系是不是？参加握手会开始，哦。哎、欸，这样很，这样感觉很特别哎，这样算是那种少女漫画里会出现的 idol 跟粉丝什么相遇，然后在一起的故事，中间会发生一堆就是可能互看不顺眼啊，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这好像偶像剧哦。台湾真的会这样吗？我觉得日本比较梦幻一点点吧，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感觉日本还是因为他们出了很多少女漫画，所以我自动觉得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其实也还好吗？是吗？好，有可能是因为你年纪到了，看了很多了，觉得还好，就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事让你太惊讶，对不对？没啊，我在台中跟我女友约会，谁？乐乐？谁？你要不要跟我说你女朋友是谁？照这个速度念到旗袍的留言，我应该睡了。西恩，你还在吗？我念到你的留言咯。你的资讯摄取其实没有这么广，专注你想知道的。NMB 的史昌松也很厉害，一毕业就收到球员告白吗？球这还好吧？告白感觉是粉丝一直都会平常都会给的。如果是直播或是干嘛，通常粉丝都会一直给释出这个讯息吧。那这讯息好像很久以前的。喷喷，我都开玩笑，他是我。那我呢？那我跟他选一个，还在耶，刚好念到，哎、欸，真的留言真的有太多，我现在稍微加快一点点好不好？我稍微加快一点点。问问要握品涵吗？我还需要画握手券吗？要握的话，我直接走过去跟他说，品涵，我想跟你握手，应该就可以了吧？只是粉丝的告，对啊，怎么可能一个告白上新闻？那到底那个新闻播不完啊，一定超多的。看一下。我看看，哎、欸，留言跳掉，哎、欸、，idol 跟朋友是不一样的啦，选不出来。然后我不是朋友哦，所以你真的把我看成 idol？ 如果没有先例，你可以当首例啊，台湾的首例是不是？未来的事情是真的很难讲啦，从来都没有把话说死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是蛮神奇的，听你们这样讲一讲，突然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我看到这边的留言是在讲那个魔法的事情。你觉得上次的熊妹宇宙演得如何吗？你说我的熊妹宇是哪一个宇宙？上次演的那一个吗？你是我推我朋朋也知道你吗？哎、欸，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走进去发现翁不在自己的位置，原来他跑去握品涵了。我才不会在握手会的时候花握手会的时间去握品涵嘞，好不好？要剧透，让我们有心理准备，什么意思？多元宇宙科来回答，这边有多元宇宙科的吗？我相信很多吧。看一下，我另一个身份是什么？你们会介意我稍微加快速度看留言吗？小梁说：“我身边好多金友朋友，大学五月都在庆生会吗？”其实我发现金友是真的很多，就是中间的，大概四月到。七月这个之间的人很多，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发现吗？应该是大家都有这个现象，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人生好难，太突然了吧？等一下是什么话题？功夫踢球有搞头吗？功夫踢球有搞头吗？有，功夫这句话有点深奥。西恩说：“自从你爱品涵之后，栗子就被踢到旁边去了，准备要睡了，不然我4个小时后起不来。”我刚刚读到你的留言，好好笑！我现在读到你的留言，
我跟你讲，这个例子每一次看到我，或是看到品涵，或是看到任何一个成员，他都会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即使我什么都没做，你知道，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哇，误会大了。把你当偶像，你说不把你当朋友，把你当朋友，你又女人就善变呐、啊！你又不是没交过女朋友，你又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女生是这样子的动物吧？这么好懂就不是女生啦。哎，亏你经验丰富，还要我讲，我都在想九阳神功。这边是那个乌诺收行李的部分是吧？看看。色存在翁脑海里，并不是旗袍本身。女生好难懂，好，我可以理解。我刚刚如果没有看到你的飘，或是你没有飘，应该是在讲那个女生吧，对吧？我在帮大家嘴，我没有这样讲啊，不是，我说的把我当偶像，只是在开玩笑的。我就如果我只要就是出现那个死样子，你们就知道我在开玩笑，好吗？哎，你们不是懂我吗？那不是天命，那是被诱惑出卖灵魂，就有点像开阴阳眼的意思，对不对？水水，你是这个意思吧？我听说天眼也可以，阴阳也可以，就是后天开的，要满足一些条件就可以开，但是你就永远就关不起来了，是这样子。我听到是这个版本，等一下。米家都说问有没有准备眼药水之类，你好像有时候会眼睛不舒服吗？其实就是鼻子过敏，眼睛也会跟着。朋友偶像只是虚名，重要的是心灵的交流。那不戳破那最后一层纸吗？你是在讲这种表情，大概是像修罗场的表情吧？那是因为他们就是事主跑来这个直播间里。每个矛头都指向我，你要我怎么办？你告诉我，如果是绿哥的话，我想绿哥应该直接逃跑了吧。你下嘴唇是不是有点干，有点破啊？有一点干欸，怎么办？有点干，可是我没有护唇膏。有人要帮我滋润它吗？耶、yeah! ，好恶心！我刚是没到吗？我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呢？应该是品涵上身了吧？哦、oh!。品涵刚刚借用了一下我的身体，刚刚是品涵说的。品涵不要看，谢谢。品涵不要看，不用担心这一点，不会有人抢我吗？我抢你啊，没有人跟我抢，应该是没有人跟我抢吧？那我就获胜了。YT 外星人，那些外星人传讯，你有收到什么奇怪的影片或是什么吗？真的没有听过人家说 YT 传了什么，还是说你说在推播里面讲外星人的事情，不要点开，是这个吗？那你只会有睁眼吗？真的 不想讲了。之前表演有一次真的长睁眼，可能你没有看到，嘴巴嘟起来，我不要，欧乐 B 这么难用，我不要。对了，你刚刚说的歌是不是卡萨布兰卡？哎，哒哒哒哒哒，哎，对，刚刚都没人回答我，刚没人回答我，哒哒哒，那哎，卡萨布兰卡是吗？啊，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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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原来是叫卡萨布兰卡，我一直以为是什么市集的。对 ，Oh my go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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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od， 这首歌真是绝了，绝了，绝了。这是我的童年。如果是被奇因卡洗，那是外灵或外星人诱惑。你说被诱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吗？你知道你自己被就是被诱惑，是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我不晓得。玉鱼说翁常看书吗？可以推荐一些书给你，玩点小盒子。你好，爱着我最关心你的需求，骄傲。这个其实真的，我好像刚开播的时候就问了。结果这件事就被忘，你知道吗？因为我后来接了另外一个话题，知道吗？哎，问哎，讲音乐这种事就问你就对了。但是你不要再跟我提之前，我记得这件事，好，我记得，不要提醒我，记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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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好，我回玉鱼的话说，翁常看书吗？书应该说常看吧。如果我有需要，或是我。需要沉淀的时候，我会去看书。你说常看书吗？其实要看状况，大部分看都是比较心灵的吧，心灵或是还有什么，
对，不要心灵小说，现在不太看了，那个太耗时间了。你可以啊，你推荐我，你推荐我，非常哎、欸，真的哎、欸，如果有书可以推荐我，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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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以后去书店就有目标了，就是我就可以直接往那个那一柜去，然后找那一本书，因为通常去书店就是走走看看。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去成品有时候你们会第一去哪里？我就问你们，你们会第一去哪里？嗡嗡说晚安吗？我说晚，你要睡了是不是？时间要睡了吗？你看的心灵书籍举例一下吗？我之前看过一个，看到一半的，还有我忘记书名，我不会记书名，我可以把那个图片，虽然我不是吴婉玲啊，我没有就是很喜欢放现实动态，我可以把那个书放到现实动态给你们看看，我觉得可以让我比较看得下去的书，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抓书起来就可以马上进入状态，可是我比较挑主题，就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们会不会这样，就是可能在。众书里面看到一个标题很吸引你，你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你的作者的论点之后，我就会发现，我觉得我跟他不太合，我就会放下。你们会这样吗？我会这样子欸，我会觉得我开始有点怀疑，说这个作者的论点是不是跟我有一点就是背道而驰，那我可能就不太适合看他的书。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就会放下，知道感觉你最近聊怎么样？我之前疗伤时，我是买一些关于，对啊，其实心理的书真的很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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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而且其实是可以放在家的。我觉得心理的书是很值得买下来的，就是现在实体书其实很占空间，也大部分人都买电子书，或是直接去书店看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也，怪力乱神，对不对？有。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与神啊，我没有讲，其实与神对话有一本书是我朋友送我的，之前上去年年底的时候很失意，他就送我那一本书。那本书翻了一下，应该是你讲的所谓被入侵这件事情，有讲到稍微宗教或是一些比较意念的东西，就是你要冥想或是思，就是想一些。我该讲默许，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一个没有可以让你具体去模拟的东西，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欸，你们可以理解吗？需要你去想象的东西，这东西平常不会被大家所提起，是你翻开这个书，你才会知道哦，有这样的能量哦，这个东西哦，对，我突然想到这样，就是这样形容会比较贴切一点，看一下。还是因为这里有你的真爱吗？当然啦、啊，这边有真爱啊。那至于真爱是谁呢？是谁？是谁？真的想看书哦，不是漫画吗？漫画不会耶，我连咒术的漫画都没看完。你觉得我现在会看漫画吗？要看漫画的话，可能回去翻翻火影吧。是多没创意？就是不是，我不是一个多爱看书的，我也不会说自己看了多少书。我只会跟你们说，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去书店，就这样子，这样算会吗？不算，就只是有需要的时候会而已。在刚刚那个什么市集的，那个市集真的很好听。市集，有了，这首歌我必须放，太好听了。我记得之前搬家前，岳母有很多这种金曲、西洋金曲合集，我全扔了，太占空间了。有时候真的是要果断一点，你知道吗？不要想太多，想太多的话，绝对放不下这个家，绝对放不下。工具人都会有很多专业工具书，工具跟图，这有点好笑。有需要的时候就翻翻你这样子吗？断舍离，对啊，真的。我跟你说，在搬家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应该要花很多，比如说花两个月的时间去整理，或是更久的时间整理，是要一个一个去拿起来思考一下这东西到底要不要留，或是甚至会回忆一些事情。但其实以生活面来讲，实际考量来讲，根本不用想这么多。你只要看到那个东西，你才会想到有这个东西。平常生活你根本想不到，或是你根本用不到。懂，真的是。比起读，比较喜欢写，写下我们的幸福未来。
可以写完再读啊，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写完再回去翻啊，我今天发生过了什么事情？这头贴不崩了吧？这是什么时候的、啊？米迦勒，看看。哦，这一段时间嘞，黑衣服好像很久没穿了。这三个字也是我近期要想办法达成的，断舍离的，今年很务实，那没有，但很爱买就是了。哎，你是不是有装针孔啊？我怎么是不是有装针孔？超爱买，不是哎、啊，我后来觉得购物欲这种东西其实不是真的想买东西，它是一个情绪的发泄。我后来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并不是买东西，因为礼物诺就是金，男女是一样的吗？我记得男生，我对男生的金牛座印象非常差哎、欸，所以我不晓得他那个女生是不是一样的。等一下为什么茶突然出现？我刚突然看到茶想说，哎不对啊，我在上班吗？今天还是现在已经比较凉了这样。其实是。苹果派剩一个，忘记吃掉坏掉，明天早上带去冰起来可以吃。苹果派，乌诺真的买超多外星人哦，所以男生，我以为男生会比较怎么讲，比较懂，也不是说不理财，就是对自己比较抠门，感觉是这样。谢谢健骨的手工饼干，刚刚比较忙，就是坐下来了。想打听嗡嗡关于火象女的印象吗？火象女。我先看一下星座好不好，因为火象我不太确定实际上有哪些。可以跟你分享，但是就是你听听就好，因为毕竟不是，它不是一个标准，它不是一个，我只是拿我身边朋友来分享例子看看哦。哦，火象星座是母羊、狮子、是哦射手，对，射手。我先讲啊，我不知道你要听哪一个。你如果讲火象这个方向的话，我没有办法给你个答案。但是如果是分开讲，可以。母羊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母羊脾气真的很冲，就是基本上不太会想太多，就是有什么就表达什么。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母羊好像都不太一样，遇到的母羊都没有那么母羊欸。女生的话，通常都比较火爆，是真的。女生、男生不太一样。女生。母羊还有什么吗？母羊心很软，母羊心很软，然后脾气火爆，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我觉得讲这句话有点太笼统，因为哪个到底谁？现在大部分人出社会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吧，都通常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参考。狮子座，我有两个超级死党是狮子座的，他们两个蛮像的。狮子座吗？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呢？狮子座什么共通点？女生很聒噪。对不起，我拿我朋友的印象讲哦，狮子座非常重义气，真的非常重义气。只要你成为他的朋友，他绝对不会亏待你的那种。对，那他对外人通常都会比较知道，就是哦，我可能不会花这么多时间，或是他太多心意他在投资你身上，因为。你不是我认定的朋友，他们会分得很清楚，这样。射手座就岳母，射手座很自由，他的想法很自由，他想就是没有人可以拘束他的想法。基本上，他不会因为一些比如说实际考量的因素啊，或是因为怎么样外力因素，然后去不做什么事情。他想干嘛，他就真的会做那件事情。哦，射手座也比较不太会去后悔自己做过的决定，比较洒脱一点。这个星座，他们的灵魂是很自由的，所以如果你要，我不知道你要讲哪一个星座耶，你可以跟我讲星座，星座会比较准。射手是不肯认错的哦，跟你说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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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哦，真的真的，哦，李乌诺，你这神来一笔，给你一只鸡腿，不肯认错，真的不肯认错，打死不认错，即使他是他的错，他也不会跟你讲话，气死我哦，整个拳头都硬了，
气死啊！除了母羊吗？除了母羊座，除了母羊座，所以你是要了解狮子跟射手吗？嗯，是哪一个啊？你不是你现在有两个对象吗？不对，应该是只有一个吧？所以应该是只有其中一个。我细数之前交过的女朋友的星座，大概能略懂略懂。你是不是把十二星座都收集完？哎，我可以问一下礼物，你到底交过几个？交过几个女朋友吗？你这个经验丰富到我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吗？狮子就是这样，没错，不管男女一样，狮子也是不肯认错的哦。他们会合理化自己的错，但是我觉得狮子的不认错跟射手不认错不太一样，射手就会觉得我天生生出来就是对的，但狮子座是他们其实心里知道自己错，可是他们却不会有什么表示，他们就会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啦，就不太一样。射手就是有，其实有时候算蛮自我，但是自我没有不好，有些自我是太自我，可是射手自我是他真的就是这样想，他也没有说真的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只是觉得他该做什么他就该做什么，这样自由的灵魂。其实他们只是不肯面对自己的内，你说狮子座对不对？我跟你讲真的，你刚刚那样讲我真的觉得神来一笔，大家都神来一笔，大家神来了一百笔，可以写论文了，谢谢。等一下，心直口快啦，心口直快是什么？我刚刚讲反，我没有交过女友，因为遇见你我就重生了，跟嗡嗡说咯，是不是在下面？没有啊，晴天是你自己太挑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嗡同学有哪里可以吸引你，还是因为我们隔着一个荧幕，可能看到的面相不够多。但是跟你平常相处的女生，你比较可以看到一些小细节，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不是下面哦，哦，是我是不是？我看看。哦，有了有了有了，射手是目前的吗？但是你现在怎么讲？射手现在应该凉了吧？那狮子的话，只是你一直放不下，念念不忘，因为它算是你的第一次经验，对不对？我觉得狮子就成风了吧，狮子就成风了。射手的话，我看目前你讲的状况来讲。有一点难，我跟你说，射手他如果对你这样子，代表说他对你心里有个底，他对你的认知已经锁定了，你要再改变他的想法有一点难，真的有一点难。嗯，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讲，你不要放太多心，你不要一直把心思放在他这个人身上，你就随意就好。我跟你讲，随意反而比较吸引人，真的。你一直迫切的渴求他可能给你一些什么回应，其实他都感受得到，尤其是女孩子又感受得到，所以你这样子他反而会有压力。你就认真的上班，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自己忙一点，看起来真的会比较就是有魅力。我觉得在可能在射手眼中吧，感觉射手他们会比较喜欢那种独立呀、啊，就是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的，然后没有恋爱脑的那种男生。我不知道我射手座的朋友，我就是会透露这种女生啦，透露这种资讯给我。我有类似的经验，现在的想法是让我自由吗？你是说这样的经验是指你有遇过射手是吗？还是你自己是？你要先知道对方是不是妹啊，这有差，跟星座没太大差别。我就是恋爱脑。对方是不是没认真来说，我最喜欢你，你会感恩吗？这很多人都会啊，这个很多人。那万一如果其他人也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就要跑掉了？是不是？你这样讲的话，我就觉得说大家都可以做到吼，好好笑。你急，我会帮你刹车。看一下哦，每次岳母送上吃的都满满值得珍惜哦，画面一直出现哎。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如果给予岳母什么，他都也会说谢谢，就是互相吧。
因为其实蛮多。哦，天哪！哦，别说，我先分心一下。哦，没有。我们可以聊点星座，反正。没有，其实。不是青年问题，平常体重没事，没有，只是最近，哦哦，可恶哦，没有，最近大节日过都会想到，就会觉得说，啊，不要讲，看，不要讲，就不要讲，真没有讲，不要讲，看，不要讲，就不要讲，真没有讲，不讲就不要讲，真没有讲，真没有讲。说他提晴天提起这件事，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想，最近一直在这个圈圈里面，然后没有，他刚好提到，我就。突然想到，不是你的问题，只是就是我自己。哦天哪、啊，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好，没事，没有啦，就是刚好讲到过去的事情。啊，天啊，我不要让，没事。不是比较，不是你们的问题，不是真的不是。然后刚晴天说在你们那边是不常见的感恩这件事情吗？我看到了水锤。其实我觉得你还没有遇到而已吧，就是可能你刚好看到的，或是有观察到稍微比较提得起兴趣或是好感的女生，通常都没有符合你的期待，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会放大检视他们是不是适合交往的对象，那他们刚好没有过你心里的那几关，所以就被你刷掉了。你知道，今天也说的没错，就是你越是依赖一个人越亲，你真的会觉得就是对方对你的好是理所当然。可是你看到很多社会新闻是，就是很多那种，就是爸妈其实有些都不疼小孩，你就会知道说其实父母对小孩的啊。不，我要克服，因为我只是想跟你分享说，啊，就是其实父母对子女好，其实好像不是应该的，因为蛮多都是会虐待，或是甚至弃之不顾啊，或是把小孩当摇钱树，其实很多都是这种。然后如果自己的父母是像这样子，这父母其实应该是要只要感恩的。好，不讲。好烦，我好忍很久了。我最近中秋节，然后我就是想很多，可是我又没有想要传达负面的情绪，没有，没事。好，我们继续。嗯，没有剧本吗？你为什么不？你是不是觉得很懒？你不想想剧本了？你是不是懒了？还是你最近太忙，没有办法想剧本？然后绿哥也不理你，是不是？绿哥知道你现在一直在依赖他，所以他就不想理你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像乌诺讲是一个课题，对啊，所以啊，就是一个课题，没事，我不想要久久就发作一次，我不想要一直在直播上发作，因为我觉得直播是要开心，好，没事，因为我只是跟你分享。
跟就是回答晴天的话，才是我刚刚讲的真正的情绪嘛。你给我20分钟，我们十分钟去。其实是也不用，是也不用，我是没有在期待这件事情了，我只是好奇问你而已。你知道绿哥到时候他听到你讲这句话一定会恨你，我跟你讲，想说你是嫌我不够忙吗？啊，哦，乌诺说我家也不管我哦，我只等你点头了吗？你家最好是他不会关心吗？关心也算好不好？我没有说管啦，都几岁的人怎么不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只是会关心，对不对？你不要激我，金牛激不起嘛。我觉得肝好痛，你看看你听听绿哥的心声好不好？哎，乌诺，你可以让我对金牛座改观一下吗？别说我现在说是不对，但我感觉快遇到翁一样的问题了。嗯，我觉得黑柔是你这个年纪，其实真的会开始要担心，对不对？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你知道？他就是你做多少准备都没有用的一个问题，完全没有用，真的。你也是激不起的人啊，对吧？我吗？我会看啊。如果你是把我当笨蛋这样激，我觉得好像我就是稍微刺激一下就会跟着你一起。那你真的是太小看我了，我会看状况看人的好吗？没有，我是想说，不是啦，对金牛座改观跟这个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话题，不是同一个话题，是说对金牛座这个人设改观。私下找一个人独处发泄一下，真的不要变，那是在欺骗自己吗？可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其实我家没有整理，有80%就是因为这个。我不想给你们看现在的客厅，因为客厅就是蛮多需要整理的东西。哎呀，好可爱啊！这是谁送的？谢谢晴天的，这是什么猫猫吗？谢谢晴天，谢谢晴天，真的，我知道你要逗我开心啊，我知道你的用意。其实我没有很想要大谈这个话题，因为深夜了，我怕我真的讲了这件事情，你们真的会也开始思考，不由自主的思考这些问题，你们就没办法睡觉了。要面对自己的情绪，内在的灵魂才会跟你对话吗？好难哦。很难，所以好难哦，无解吧。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心电感应还是什么，我没有要特别讲什么，就是跟你们讲，其实去年好像不太提起这件事，就像你们讲面对真实情绪嘛，你知道家人其实都是有一种感应的嘛，就是心电感应，你知道去年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会形容，反正就是一些，就像你们讲的怪力乱神吧，就是有一些资讯，就是一些从生活上的小资讯，会让我知道好像有什么事想要发生，就我不会讲，我每次都觉得很悬。我老爸现在80几岁，现在目前确实在医院，有点担心。我觉得你现在目前可以做，就真的是多陪他。就是能多陪就多陪，说真的，时间真的是很宝贵。你的心理看他素质还没到那里，现在面对这个需要很大的精神力嘛。但是其实这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突然的就告诉你你该上这一课了，没有预期，没有，应该说没有先事先告诉你你该上课了，是突然的跟你说你要上课了，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你防不了啦，所以。我相信也有那种年纪更小，就是什么事都你甚至你还在读书，然后没有人会教你这些，那些人遇到的时候一定也很无助，所以我其实应该感到感恩，因为我是出了社会稍微心性稳定一点，遇到了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也知道该怎么当家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经过那件事真的成长很多很多。嗯，好，没事了，我们不要聊这个不开心，也不是不开心，聊这种让人会晚上多想的话题，我已经好了，真的好了，突然讲出来就好很多。好，
感谢你们接受到这些哦，我真的不想跟你们分，不想讲这种事。我觉得这种事应该在可能在白天或是什么时间讲，因为晚上讲真的好容易让人家多想哦。好了，不要想了，真的没事。这东西无解，无解的，别想，大家别想，好不好？大家别想。我明天要早起带导，虽然很想继续，但我真的该睡了。嗡嗡晚安，乐乐晚安。你刚哦，对，一点了耶，我播了，好像也还好，好像也还好。大家是不是累了？是不是累了？生日周不是就用我的台语凑 CP 吗？哦，对啊，不是，你是说私讯我小盒子？你说小盒子的事情不是吗？我还是等明年再看五条老师就好了。小梁，你不是有跟漫画吗？你跟我说被封印的事情还什么的，但是明年好像会出动画，对不对？就是那个影集。天哪！再多做到的心理准备还是没有用，应该面对就是面对，就先就这样。对啊，这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拯救。没事，我要上到早上，你可以开导去吧。说一些自己也是接受一点嗡嗡的感觉，算是礼尚往来嘛。我近十年经历过太多事情，真的是这样让自己变得更坚强吗？他是不是会，就是你？就像我的老板，我现在的老板，他有一次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也是在去年的时候讲，他说你年纪越大，30岁可能什么身旁没有走，40岁遇到可能什么谁走了事，然后因为随着年纪走的人越多，你就会对这件生死看得越淡，就是可能就是累积经验值吧，对。就像你讲的，有时候真的只能逼自己硬起来，不然怎么往前走？对啊，这就是自我保护机制吧。我相信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其实通常啦，你都会觉得，通常你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有求生意志，但其实你是有的，其实是有的，为了不辜负。天哪、啊！天啊，这个是我现在在看到那个结婚的事情，就是送别人早结还自己早，所以啊，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你们觉得就像是没有答案？你觉得人之后就是人如果不在之后会去哪里？或是其实他的精神世界一直是存在？我相信这件事情，就是虽然他的肉体已经就是不在，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是在的，知道吗？他的精神世界从来都没有离开，我相信这件事。那我推荐格局决定你的结。等一下，绿哥，我看过这一本，绿哥，我看过这一本书，我快看完了，我剩一点点。那时候我已经就是那时候好像我好像在忘我要干嘛。接下来有其他事情，我看到剩一点点之后我就放回去了，没事啦，嗡嗡。欸，九蛋突然跳出来了，这本是小晴推荐的。你说格局决定你的结局吗？这本之前是在那个心灵，我帮你们会去看心灵，它不是有陈设很多的书吗？它被摆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然后我就想说，欸，它上面想卖破几本，好看一下好了，觉得哦，其实虽然它讲的话很浅显易懂，就是有些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浅显易懂这东西其实有时候可以自己悟出来，但其实你就是没有看到它你也不会想到，对，所以这我觉得这本书蛮容易入门的，真的蛮喜欢的，给笨蛋读的。之前蛮爱看商周的，最近比较少看，不想让自己想法变这么紧凑吗？最近比较看商周，感觉是耶，不觉得看商周就是有些人真的会在通勤时间或是在有空时间看那个，感觉好像很难呼吸，很难呼吸，那个里面的东西会让人家很难呼吸。我不知道，有一种感觉，看书不够看嗡嗡就好嘛。我又不是说我的话，如果是我是书的话，我是漫画书欸，漫画书的话是什么呢？是九九吧，硬派那种。米迦勒看吗？当时我是买《我们还有没有勇气相遇》这本书跟其他吗？我们还有没有勇气？这是情感的吗？
我通勤都在睡觉，真的耶！早上六七点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在旁边，就是靠着那个墙稍微小休息一下。搞不好我跟米嘉乐大概擦身而过好几次。除了翁面以外，不会有人煮？没有，黑流星我看到了，黑流星没有。你知道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你吗？很多成员都知道你，他们都会提到你，他们都我必须帮他们讲话。怎么可能不会注意到你呢？很难吧，很难吧？哪一 part？ 突然，咒术动画等明年啊。玄迷说今天穿的圣诞，对，是。然后我稍微再阅读快一点点，稍微再阅读快。嗡嗡耳洞打三个很厉害的呢，是六个，三对称的。啊，乌诺说金有分两种，很爱花钱跟舍不得花的。对啊，极端值啊！我跟你讲，通常那种爱花钱的都是前面有经历过舍不得花，后来花上瘾了，好像是这样子哦。因为金有真的跟钱会过不去，你知道吗？真的会有一个不知道是星座还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后来就放飞自我了。金牛座的，对啊，就是很极端值，真的假的？乌诺应该比我还出名吧？乌诺是后期才出名的。乌诺是因为他很浮夸，这个人很浮夸，就应该说他们这一群，他们四朝啊，我好久没讲四朝了，身上就自带 spotlight， 真的，我跟你说。可是黑流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成员们都知道你，其实算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都会跟我提到你。我属于很舍得花钱的金牛那种，很爱请客。可是你不会那个吗？看对象嘛。有些金牛说是那种对朋友很敢花，非常敢花，可是对外人的话就比较会比较没有那样子这样。翁认证浮夸大，你也是啊，但是你其实没有，你本人没有这样，你是在那个这个直播间里面才这样，知道吗？我应该不多，你那么你也是很浮夸，我觉得你其实比乌诺还吵，好不好？真的，你整个人就是浮夸的代表，我对你超敢花呀，我没有，你对大家都是吧？我看你们那个影片出去吃饭，你随便都大喊说什么我什么你怎样怎样，我就请你什么。动不动都听到这一句话，又不是这，我觉得应该是对朋友啦，对不对？对朋友很敢花。这时候闭嘴就对，这时候，其实也不用啦，金牛座嘛，因为不干米嘉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大声讲这样。当你相信你的星座是怎样，其实意识就受影响。说到这样。阿嬷影响了现在我对你超没有节制的，我觉得你对我没有节制的是爱，是爱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成员，你没有啊，因为你都不露脸。你如果去成，应该说你去握其他成员，他们会问你是谁吗？但如果没有，他没有问的话，当然就是他不会知道啊。有问的话，你也不见得会讲啊，对不对？我想瑞婷应该是不知道我吗？要看那个成员会不会问你们名字，我觉得是这样子。通常成员的记性都还蛮好的。现在看到我认得出来，应该只有布丁吗？为什么？他是有问你，没有？其实你很好认，你跟 Line 不是 Line， 你跟浪上的形象反差真的太大了，你知道不得不记住。母羊就是工作狂，很爱当主导位吗？母羊，我仔细想一下。母羊会让自己很忙，我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可是他们会让自己很忙，不知道为什么。我想量，应该是不知道我量嘛，马库多桑，你知道米嘉乐吗？哦，这个粉丝他对就是成员很好，我希望马库多桑可以多关注他，好好笑。到目前为止，让我有一点感觉的，好像都是火象，这真的是无法解释嘛？它就是会互相吸引，有些星座真的天生会互相吸引。刚刚那个谁啊？
水锤就讲，当你相信一个星座是怎样时，其实意识就受影响。所以其实你前几个喜欢的火象星座，你就是对他刻有那个印象。那通常那些星座有这样的特质，你就会被他们吸引。这样，你会让你是认识我吗？啥的，七秒过去，谢谢。对啊，你本人话好少哦，是怎样？还是被两个？这次应该是被出镜，应该是被出镜吧。如果是这样，其实也不错啦，可以跟马库托桑面对面。替身使者会互相吸引吗？替身使者听起来像是 low 的善奇 的角色，听起来很像。狮子座就是很硬，但是就是心意已决就掰了吗？狮子座很一念之间欸，就是他们很不固定，我觉得他们真的好不固定哦。想法就是，他可能上一秒觉得这个人可能还不错，然后下一秒突然意识到，哎，我觉得好像不太对，不太对，不对，就是不对，然后就会这样，就掰了，这样。忘了对九九好像没兴趣嘛，我对他的画风有一点，应该说他对他的颜色色彩有一点抗拒，但画风还不错啊，就是蛮特别的。今天打算播到几点，小梁？我其实差不多要下播嘞，差不多，就比我出名，你也算是啊，你在里面，你在 TP 界打滚很久欸，每一次握手会都是新的开始嘛，你可以去握一轮，然后看看谁记得你啊，你去握一轮嘛。看，应该说你自己也不会讲，好不好？如果人家问你，你也不会讲啊。上次你就说你来问，你说你要来问我，是不是？还干嘛？说哦，我不记得会跟你讲什么哈哈什么。乌诺说还没收集满十二星座，但快满。金牛座，花心。我看我好像不用对金牛男改观了。所以什么嗡嗡下周的演出，我看到尾巴。你到底是交过几个女朋友啊？欸，你这样我会怕，你说爱我，我完全不敢相信。欸，我觉得你可能过个一个礼拜之后，可能就会喜欢其他人了。好恐怖啊！金牛座不能碰，你可以学学我吗？学学我。我试过好几次，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嘛。所以真的记得你的，真的认得出你的，就只有我跟布丁，是不是？握手会就做一个超大名牌，让成员认识嘛？你是这样，你打算这样子吗？欸，小杨，你记得你有一次名牌做超大的吗？有一次好像是握手会来干嘛，反正就是做一个很大的名牌。那时候你还怕我不认得你这件事情。现在成员起手势不是都说好久不见吗？我在其他台也不多话。没有啊，你讲这种，应该说你的频率，其他成员可能会觉得就是你是疯子吧。你真的蛮疯的啊，你真的好像要看事情啊，要看事情。只要讲到一个某个 keyword， 你才会开始转成正常人。学学，你到底是品涵还是栗子还是安安？品涵，为了表示我的忠心，绿哥这时候就会跳出来讲话了。看一下，给个建议，如果这两个星座我选狮子，对。乌诺说狮子女跟射手女嘛，我也会选狮子女。上一次合照，你的特制泡面碗名牌彩蛋要放满，那譬如有些可能就可能这样频率不对就散啦，哈。所以你不是那一种，你会先可能当朋友一阵子，稍微对一下对方的频率再交往，还是你就是每一段感情都不来的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是哦，他跟你告白就试试看之类的，类似。被你认证两个头衔，塔瓦蒂加疯子吗？好，例子知道后应该，我先回水锤好不好？我完全不想理绿哥，完全不想。我跟你讲，我求你，你也会跟他讲；我不求你，你也会跟他讲。那我什么都不要讲好了。没有啦，水锤，是你自己让自己太低调了。你如果真的想要做知名粉丝，让大家认识你的话，你就把你现在在直播这副模样。你可以测试看看成员的，也不是说底线，看看他们的频率吧。就是你大概丢几句，听起来就像是在翁台这边的话，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就知道在这台能不能讲这些话啊。如果久了之后，成员对你有印象，你去那个握手会上，自然而然他也会认识你啊。
下哦。我把家里有关星座书都丢。最近 Mina 才知道有我这样的粉丝，听翁这样说，真的有一点没有啦，真的啦，还是我听到二期声都知道是你。其实自然就好用，可以。水锤跟陶尔哥不是组了一个团队，水大雄。陶尔哥表示，没有哦，不干我的事哦，我没有这种滴滴哦，我没有哦。陶尔哥有点困扰。我是有遇过狮子女，她控制欲比较强。我是射手男吗？射手男，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是射手男哦。狮子女控制欲，我觉得是上升。哎，怎么讲星座？天哪，真的星座这东西，参考就好，我们参考就好，真的。我看到了刚刚那一段。那嗡嗡猜猜爱存在哪里？这是冷笑话，爱存在你心里，爱存在，爱存在，爱存在你心里。我只想到这个。我决定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要先念榜。我相信大家应该快睡着了吧？看一下。觉得今天应该要先念一下榜，然后是啊，台语小教室，我们上次没有那个，我是后来才发现上次没有台语小教室。今天用 Luma 好不好？用 Luma 来喊。今天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心灵交流很多哎，今天一定会睡得特别好。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愿意谈这个话题的，有些人其实蛮抗拒的，抗拒自己的内心被窥探，或是。提到这种这么深的东西，今天高质量。新史今天有来哎，新史，第26名是新史1号，25名新史2号，你的3号被分到20名了。你是谁？是不是小账？第24名是小梁，后来是不是快睡着了？话变少了，我感觉到了。哎，这节奏好难抓哦。第23名的补档补到吐，为什么要改成缺钱缺到吐？你这样改真的会缺钱哦。第22名的老公，我记得你好像有私讯我，对不对？我看到了，就没有。其实我只是。我今天好像没有机会跟你对话到，我只是随口讲，不用太认真，真的，就是自然就好，自然就好。第21名是雨南，后来才来，是不是有一点状况外？雨南，我说，就是最近才来的，今天发生蛮多一些，就是可能老粉丝才知道的事，我怕你会有一点没有参与感，但我们可以慢慢了解彼此，可以慢慢的。有问题你就可以问我。第19名是玉珍，这个人我好像看过，但是他只来了一下下，还在里面吗？第18名是思琪，今天才知道思琪是射手男，你大概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射手男吧。第17名是仁豪，他进来的时间点好像是在告白，不知道你听到了多少。第16名是特优，太晚念到特优的留言，你大概又睡觉了吧。第15名的欧乐 B， 你很奇怪，我只是说你很难用，你就整个人消失不见。第14名是乌诺，今天乌诺分享很多他的感情史，请各位一定要听，毕竟他的图鉴快满了，样本够多了，所以讲的话蛮有可信度的。第13名是绿哥，今天也是一样当小老婆呢，在乌诺身边非常安稳的，就是帮腔。好啦，没有哪次不帮腔呢？哪一次不是这样子？第12名是柠檬儿，我有在帮你照顾熊妹，你不用担心。第11名是玉鱼，今天记得你的生日是1月9号，对不对？1月9号，摩羯座，我相信未来我们会非常合得来，绝对会非常合得来的。
一定没有一个摩羯可以逃离我的手掌心。嗯，第十名是现在非常虚弱的波西。哎，那个我不知道，我好像不能给什么，对不对？我有点想，我不知道这样做不可以，就是可以，就是送个水果篮给他嘛。我只是觉得好像应该要做点什么，但是我好像不能这么做，对不对？我好像不能这么做。好，没事。第九名是翔 A， 翔 A， 你的，我记得之前叫你阿翔，好像你会生气，对吧？但是我每次都会想要讲阿翔，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帮你取一个绰号，我就不会忘记了？我就想想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会这样子。第八名是久久不见的傅伟，他应该是真的去做他的大事业了，因为其他直播间没有看到他吧？有的话，请大家跟我说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好好跟他算账。第七名是建谷，建谷今天。我相信建谷应该，我觉得建谷是很看很多饱读诗书的人，所以感觉建谷那边有很多可以推荐的书单。第六名是得得叉叉，我要下播了，我要下播，准备要下播，你听到吗，亲爱的？我希望下播前可以跟你聊几句。对啊，这是念榜吗？这是聊天吧？这不像，因为他节奏太难抓了，真的太难抓了。第五名是阿北，阿北，不是你的生日吗？我突然想到，哦，有啦，1月8号，哎，哎，你跟玉鱼差一天而已，哎，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哦，难怪你是摩羯座，对不对？难怪我觉得阿北有一种亲切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每你看逐渐变得话多，逐渐的逐渐的，你现在是变成固定咖了，你知道吗？有种欣慰的感觉。第四名是黑流星，你不要气馁，其实你留言大家都有看到，因为成员有跟我讲。第三名是中影，中影今天怎么都不出声，应该说这几次都没出声。第二名是洛璃，洛璃去睡了吗？我觉得洛璃应该现在是睡着的状态，然后手机还没有插的电充这样。对吧？我觉得87%-88%是这样子。第一名是晴天，晴天，我很感谢你今天让我好好的梳了一下牙，我真的很感谢，不然我可能又憋着吧，憋到一个不行，真的。今天不像韩榜，像聊天。我下次绝对不会选这首歌，绝对不会。谢谢雪泉的香槟。好啦，我们要来台语小教室一下啦，好不好？台语小教室一下。嗯，今天的台语小教室好像很多素材哦。好，好。今天学这个好了，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用到，应该说大家总有一天会用到。那我必须查一下他怎么念，这有一点冷门，就真的有点冷门。今天不是要搞笑的啦，真的没有要搞笑，只是觉得蛮实用的。好的，我们台语小教室今天又要重新启动了。我相信大家很想念老师吧，毕竟我的台语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今天又要来上课了哟，免费授课，请大家坐好。我要来转动我的镜头，
镜像模式，开始了。OK， 现在台小老师要教什么呢？教这个叫做甘蔗渣，甘蔗渣，甘蔗渣。为什么要教这个呢？因为迟早会用到的。甘蔗渣怎么讲？甘蔗渣要叫甘蔗渣，甘蔗渣。不觉得听见有谐音？甘蔗渣。好，我们来造句。哦，今嘛的时代有足济足济的歹达波，歹达波的。伊叫做甘蔗渣，所以阮甘蔗渣，甘蔗渣食袂落呢，因为伊甘蔗渣，所以袂甘蔗渣。这个谐音很棒吧？要不要吃这个甘蔗渣？甘蔗渣，甘蔗渣，甘蔗甘蔗，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这个甘蔗渣？甘蔗渣，甘蔗渣。对不对？对不对？看看是天才，天才，请大家把它裱起来。上面写要不要吃这个甘蔗渣？甘蔗渣 ，Oh my god， 真是太棒了，太完美了。今天台语小老师太完美了。甘蔗渣，甘蔗渣，对啊，甘蔗渣，要不要吃这个啊？甘蔗渣不是吗？哦，对啊，要不要吃？对，小梁，小梁，马上 get 到我，果然是我的梁，我的。凉，甘安呢？甘安呢？甘不甘甘安呢？换成另外，换成甘蔗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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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翁 J， 你叫我翁 P 好了，翁 P， 对，渣是念 Z， 你去看教材。叫爱台语，上面打渣，上面写 Z， 好吗？嗯，听老师的话就没错的，老师不会害你。你都跟我学这么久了，哈，还质疑吗？还质疑吗？冷笑话的答案是《美丽新世界》，因为副歌歌词《美丽新世界》。哎，等一下那个刚刚那个爱存在《美丽新世界》。爱存在美丽，这是什么歌词啊？完蛋了，完蛋了！我只想到，慢慢呼吸，越来越美丽啊！我渣翁就叫 J 翁了哦，干我什么事啊？我讲甘蔗汁不是我哎，通常讲甘蔗男的，通常都讲甘蔗男，没有甘蔗女。哦，你们这些人，女生就叫红茶了，不一样。老师不会害我，那可以抱我吗？你终于跳出来了吗？你是不是刚走心说 Oral B 不好用？我跟你讲，没有好不好用没关系，我们换个厂牌就好了，好不好？换成什么舒酸定啊？哦，舒酸擦，舒咸定啊，舒甜啊？我觉得你可以叫舒什么？舒油定，舒油定，舒油。哎，这好像你，你给我立刻改，你给我 ，Oh my god！酥油，来来来来来，酥油定。哦，我真是 genius， 酥油定来，不是这个，哎，有密码啦，这个有密码，不能给你们看。那安内啦，书油定，欧乐 B 从今天9月15号开始改名叫书油定，啊，这什么药品？就是，我觉得它很适合，它需要书油一下，你知道吗？太油了，吃几颗可能会好一些。同时哦，我们跟你讲，没有书油定是牙膏，他嫌欧乐 B， 他嫌我说欧乐 B 不好这件事情。我帮他换一个新厂牌，吃了会怎样吗？就会变得就是清心寡欲啊。这边有比较清心寡欲的粉丝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哎，怎么办？那我就大家都该吃一下，大家都该吃一下。
听起来酷酷的 AD Hello AD 就是新粉丝嘛，没有扭勾勾哎。Olivia 配我的姓比较好记耶，你真的是很想红哎。你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整个粉丝圈都知道你的本名叫什么了。这么想红，我帮你红好不好？我帮你红。算了，等一下传美丽新世界的链接给我，可以啊。牙齿没有，他整个人都需要，他知道他需要这样子全部挤全身。就全身都要梳油一下，专治渣吗？他不是最渣的啦，他绝对不是最渣的，好不好？我没有要指谁哦，好不好？我们家可爱三连拍，准备好了吗？我家要跟安安的照片，安安的衣服拍照，然后可是利姆路会挡住哎，那我这样好了，你们想要放下来吗？想要吗？想要吗？好，没问题，听到你们的心声了。黑长直，好了，小梁，我看到你的需求了，马上这就来。要装美系，你们最喜欢这种，对不对？来来来，给你们一点视觉上的错觉。虽然年纪已经有一点了，不过也没关系，我们看到的才是事实。今天的三连拍，一，然后二，安安是清纯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要毁坏他的衣服，今天好好的拍。小周怎么？他有什么手势吗？小周，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摇发圈呢？我不要。如果我穿着作家的衣服这样子做，我应该可能没有朋友了。我在 TV 可能没有朋友了。哦，小周不要，我不要，不要，我不要。要清纯嘛？要清纯。中国中美，国中美会吐舌头吗？抽色，果然只有姐姐可以吐舌头，是我。好了，今天播了三个小时，国中要羊角酱，来，马上重现。对啊，隔壁那个学长刚刚密我跟我说，就我很正常，跟我做朋友啊。对啊，他很烦，我不喜欢他，不帅，不是我的菜，不够高。对啊，没有啦，我没有，不要那，不要看，我刘海梳很久，不要。不要跑步，人家不要参加大队接力，刘海会掀起来。这样子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我很想要让学长喜欢我。对啊。你隔壁班同学会这样？你说国中的时候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必须检讨，因为都已经多大的人了，哪一个学长？就那个他说他有机车，对啊，他说没有驾照，可他有什么挡车，说要载我去 KTV， 他说那边有很多学长说要认识我，我也不知道哎，都这样子啦，刘海太油，我难不成我要为了演绎这个国中妹，然后把刘海剪后洗干净是吗？我就不要嘞。打撞球，然后什么去，反正就做一些奇怪的休闲活，钓虾。正在钓虾的表示，干我屁事。哪一个学？
不，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如果是狗卷学长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就会大胆追爱。学长来吧，学长，啊，不要，不不，穿着爱，哎，年纪差不多，传给他看，跟他说，你国中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跟他讲，好了。国中妹来，再给你们同场加印一下周家国中可能会是的样子，就是照片这样，那个要讲，等下哦，可爱四连拍，然后开 一点点小缝，这样，古中妹啊，古中妹有讲，没有那么乱了、啊。我们就是学长，古中妹都是学长。我们在学周家，我说国中妹都这样，请截图好吗？截图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拿那个什么无名小站的照片来看，看我像平阳。小梁，你真会讲话，怎么办？你瞬间地位提升到第一名。查查国中这样吗？我想看查查以前的照片，对吧？你就有好奇，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这种妹。安安要疯了吧？没有，你去传给他要看，问他说：“安安，你以前国中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有的话，请你好好保存，然后可能过个10年后再拿来看，说：哎，你知道，就是你以前就是这样子吗？虽然你国中照片已经没有，但是你现在有翁同学的照片可以作为参考，这样。OK， 好吧。来，跟你说，大家睡觉了。国中妹跟你们说晚安。今天又多了一个人格出来，叫做。”周家，周叫贤周哦，不对，他是他叫什么？周家弯吗？不是，周家弯是他哎，叫弯弯好了，叫弯弯儿，弯弯儿啊，这小心眼中了，叫做弯弯，弯弯九四爱你，弯弯叫弯弯，弯弯，啊、哦，家大家。赶快去睡觉哦，晚安，不要太想我，明天见，学长。嗯，好好，你要帮我戴安全帽哦。晚安，大家晚安，晚安。